好的，欢迎回来月世界哦。那月世界来报个气象哦，在那个今年大家应该还是会很多人会跑去跨年了、啊。那跨年的前一天会迎来那个入冬以来最明显的降温了，所以大家去狂欢之余呢，看一看，不然看看烟火呀，或者是跟那个家人或朋友去吃饭聚餐之类的话，跑到外面去的话，可能要稍微多加一点厚的外套来去保暖会比较好一点。会那跨年的当天会很冷，然后应该还会有人会很热情的、很热血的跑到某个地方去看那个元旦的那个第一道那个阳光哦。那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要注意保暖。那我们就先进入这一次的主题哦。那主题是想要再聊一下那个健检的部分了、啊。那这个玩家其实他的那个等级来到95等了，但是战力只有53万，其实是非常奇怪啊。那可以看得出来，从包包里面看出来，他的那个练的角色太多只了，所以他的那个战力的输出一直不是很明显了、啊。那原则上呢，看完，因为他没有把整个包包秀出来，所以不知道。那如果从那个、这个算全部吗？还是他把它卖光？这看这样有一二三四五四二十，应该没有，应该是没有全部包包、啊。那不管怎么样，从包包里面看出来，其实张昭目前看得出来，吴国可以练张昭没有错。然后蜀国他练了两只，哦，不是，是三只。但是其实正常来说的话，既然月英有出来了，那月英可以练起来哦。那目前来说，下面来说没有其他的东西的话，我们看到上面魏国这里居然练了张合哦，我觉得比较没这个比较没办法成给力，来到八星哦，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练，然后只练一等而已。那所以应该假设张昭练起来，然后神的话练那个神赵云，那魔当然是练魔董卓、哦。那到时候再把哦，对啊，练到肥料其实他有点困难，他太把先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是 V 0玩家的话，尽量挑选五国各一去练会比较好，不要每像他这样子魔的练了两只，然后魏国练了一只之后等级也没有提升。看不出来，应该是感觉要吃肥料，所以他应该是放了前面这几只哦，张昭，然后神赵云，然后魔董卓、蜀赵云以及那个典韦哦，魔典韦的部分。那其实这里还有一只神猪哦，但是如果 V 零的话，只能神猪跟神赵去取，暂时先取舍一只来说的话，如果有这里还有一只神照，所以应该先舍去神诸葛，神诸葛可以先慢慢练。那有两只的话，看到下面来说没有月英哦，然后蜀关也只有一只，所以其实他古时来说很勉强的，大概只能先练一只出来。也但是如果说就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先把月英练起来，因为蜀诸葛在抽或者在拿的过程中比较不好拿，那对 V 零来说，应该先设法把单一支练起来，超过93万还是92万之后，那个副本可以全开，才可以拿到更好的资源。所以说，照这样来看的话，应该是张昭要练，然后神赵云练，然后魔董卓练，然后再加上那个月英。那魏国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建议他去抽，用那个云台置换的方式把那个张辽给换出来，然后魏国练魏张辽会比较好。那就以这就是魏张辽一，然后张昭，然后再来加上那个神赵云三嘛，魔董卓四，那蜀月英五。那之后如果说有抽到蜀诸葛的话呢，也可以把蜀诸葛练起来，然后一个队伍里面有两只捕食的话，会比较稳一点，而且也续航力也会比较足够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对于这个玩家给他的一个建议啊。那其他部分的话，暂时就先不要去动他啦，蜀关也可以留着，神话陀可以留着，然后其他的话就还好，
可以设法把那个，这其实这上面不知道有谁，可以设法把那个夏侯惇哦，或者是像那个郭嘉、张合哦，或者是徐晃哦，设法把它转成那个张辽的部分来去给张辽做当那个身心用，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再看到那个另外一个玩家，这个玩家是阿 Ben 哦，那他一样也在问说他的那个角色要怎么排啊？目前看得出来应该是刚玩没多久的感觉啦，只有小乔来到靶心，其他的部分都没有往上做身心的动作。那我会建议他，既然那个包包里面看出来的话有月音嘛，那应该是月音，然后小乔。五果就练小乔，然后属国星练月阴。神的话，如果神照真的还没出来的话啦，可以勉强的先用黄钟，但是只练到六星，当成神照之后要身心的肥料。然后神照应该会任务过程中会再送，所以到时候再把神黄钟给神照吃，让神照去身心。那属国的话就练那个属月阴，魔的话。暂时可以先练典韦上去，或者是说典韦先升上六星之后，等魔董卓出来了，再给魔董卓升上去。因为其实就月世界玩到现在来说的话，魔董卓出现的几率比较高，而且魔董卓的那个不管说他在切前排的前中排以及沉默的部分，应该都会比起典韦再好一点。典韦的话，这里是因为典韦我没练过，我也不好意思这样讲。但典韦的技能，第一个技能是切前排的单支武将，然后造成117%的物理伤害，并赋予诅咒的那个状态哦。那诅咒的话就可以无视防御30%。那第二招的话是加生命加防御跟免伤的部分，有点像是。虎位吗？他是虎位，所以他也可以当成坦来用，他就是坦没错。然后这个又有冲击波，可以冲全部的武将，然后并且有30%机会造成昏迷，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练的。对于 V 0来说，或许典韦也是一只可以练的对象。如果说真的过程中抽不到某种族的话，司马懿的话，我们看一下他的技能。司马懿，然后司马懿是全体的100，所以他是法师，他是魔士，然后他对全体造成108%的法术伤害，并且他也是诅咒。然后这里的话是真功跟暴击的部分，这里的话是全体法术伤害151%，也会造成昏迷哦。这样感觉跟那个刚才这次典韦的技能差不多，然后这个是都是诅咒，所以不管练魔司马懿或者是练魔典韦应该都可以，但是他包包里面只有一只魔司马懿，所以可以先设法把那个魔典韦给练起来，练到先暂时卡在六星也是可以，然后等之后看你比较有机会抽到哪一只的本体比较多的时候再来去练，再往上提升就好。那神的部分刚才讲过是用神皇钟嘛，然后练到六星就好。然后蜀国说过了，魏国的话如果真的没有其他字的话，可以先把夏侯惇给练起来，夏侯惇练起来大概也可以撑到九星的部分了。现在说的话，九星的部分就是小乔可以到九星，然后月阴上九星是没问题，然后夏侯惇上九星没问题。然后神的话，等神造人出来，神造人上10星、11星都没问题。那魔的话，典韦的话也是有人练，但是我觉得可以了不起到封顶就是10星，之后等看有没有办法出魔关羽，然后给魔关羽当肥料用，或者是说先卡9星，然后当之后的魔关羽的那个身心的肥料也是可以。那原则上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新的礼包码想分享给大家。新的礼包码是我输入一下 WASSGG 哦。然后兑换一下。送的没有说很好啊，4张礼多宝券，然后100颗
匠心石，还有那个圣器灵石的随机礼包哦。那其他部分的话就看一下哦。我不知道大家那个蛋糕都去用什么换啊？像月世界的话就先，因为月世界现在要那个元宝，所以我就选了元宝，第一个选元宝，然后第二个选的是招贤令的部分，然后第三个我选择神兵进阶石，因为神兵进阶石通常都要透过商城部分去购嘛。那这里的话我选圣器之火，那我们看一下里面的那个实际上的状态好了。不过个人解读不同啊，各自有各自需求，你可以看你把它点开之后，这里有200元宝，然后有联盟科技币嘛，匠心石，龙魂玉，然后以及这个是灵玉的部分，然后点错，然后第二个是两个高级招募令，然后招贤令以及那个五星随机降魂。那你如果缺高级招募令，你就选择高级招募令。那因为一个招贤令来说的话，最便宜是300，但是两个高级招募令的话是297哦，所以就元宝价值来说，高级招募令会再比它好一点。但是如果你缺神魔的肥料的话，或者是神魔的本体，比方说可能神诸葛啊、魔关羽之类的，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我觉得看个人需求啦。然后这里的话，我选择的是那个神兵进阶石，因为龙破金链石的话，我觉得暂时还没有太大的那个需求。个人觉得啦，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看看你最需要是什么。那因为我圣器之魂一直拿不到，所以我就选择圣器之魂，龙魂金魄也是可以，那就看你个人去怎么去抉择。那我会选择是圣器之魂，你也可以，如果你缺这个，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因为就圣器来说，其实那个进阶对 V 0来说其实很难拿到，比较不好拿到相关的道具。我觉得说还是可以先拿到那个要花台币，然后转到这个东西的来说，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这个是赶快点一点，我们顺便把刚好有礼包，我们都把它点一点哦，才不会浪费哦。这个20万也是钱，都是钱啊。玩到后面其实不会不缺那个铜钱哦。你只要角色开始要升实性的时候，其实很痛很贵哦。所以月世界会建议大家，如果有钱的话，还是多囤一点。等到你角色准备要上实性的时候，你还是必须要花掉大量的那个铜钱。那有机会的话，多囤一点那个神龙夺宝券。然后等到这里有400万，以及这里有神兵宝石跟招贤令在这里的时候，就可以赶快去抽，然后多抽一点那个400万出来，你就可以大概有70张的那个夺宝券，神龙夺宝券的话，都有机会刷到破亿的那个铜钱啊。神兵宝石，可惜这里就是没有400万，不然就冲一波好了。可惜就是没有4万，哎呀，运气都不太好，没有。但是这个如果是那个降魂的话，我会建议大家把它抽，花100张抽也是可以，我觉得花得来，个人觉得花得来。我们来看看那个几张可以，现在是37嘛，看几张能抽到它。1 2 3 4 5 6 7 8 9 10，赶紧做运动，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20。24，我不知道之前是不是刚好有那个啦，刚好就之前累积的100刚好在这里。好，抽到了他的酱，抽到这个、喔、这个可以当成肥料用，我觉得很可以。然后其他部分的话，因为这个账号其实还没有主要的战力的
角色出来，神造应该是可以练一只神造鱼出来，不过又卡在跟，其实不一定很难去抉择，因为神的话你不能同时神或魔没办法同时练两只啊。那这里的话，月世界会想要应该会去转一只张辽出来，让张辽升上去，再练一只张辽出来。那其他的话就再说好了，目前来说没有特别的战力。那这里有7000颗了，到时候我们再来拍一个影片测试看看，目前只有张合可以去转。那到时候我先抓几只出来好了，有机会这里有193张的那个高级招募令，那到时候再来玩抽抽好了，然后看能不能多抽几只那个魏国的肥料出来，然后我们再转转看，然后再比较一下几率的部分。那以上是这个影片哦，包含剑简以及那个礼包码的部分哦，分享给大家。那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欢迎在右下方帮我按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那你就可以收到我第一手的资讯。如果你觉得影片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任何的想法，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过程中有任何讲错或者讲不对的地方，也可以互相去给我指教，然后我会再看看。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谢谢大家，拜拜。